我们坚持对欧友好合作的取向，致力于中欧关系健康发展。中欧合作关乎全球格局稳定和亚欧大陆繁荣。友好是中国对欧政策的主基调，合作是中国对欧政策的总目标。我们乐见欧洲加强战略自主，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，期望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。一年来，习近平主席同欧方领导人举行20多次通话和会晤，接待德国总理舒尔兹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。中欧贸易投资逆势增长，一系列重大项目相继建成，充分说明中欧是伙伴，不是对手，是机遇，不是威胁。中欧在国际舞台上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，携手应对气候变化、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挑战，这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，也给人类带来积极的启示。我们愿同欧方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继续妥处矛盾和分歧，加强战略对表和务实合作，携手打造亚欧大陆的稳定锚，发展繁荣的新高地。